再抽身份，里面有硫磺弓手，也能猎手，雷电也能技师，还有羽蛇唇，看看我的手气能开出什么。臭奶糖，就你那飞球的运气肯定开得很垃圾。是野人技师，臭柚子，那你尝尝我的厉害。二，哎，奶糖你怎么没了？臭柚子你少装，你就是故意针对我。就是针对你，你能怎么样？谁叫你平常欺负我的？就是就是，今天我们美食村集体欺负奶糖。你们也太过分了。哎、哦，这是什么？是最强骷髅人，你们完蛋了。不是吧，奶糖竟然开出了骷髅人，大家快跑啊。这个英雄可以无限密室，看我怎么教训你们。是吗？臭奶糖，你尝尝我的炸弹人的厉害。哈哈，奶糖，就这，你这技术就算开出最强的也浪费了啊。可恶，你们这么多人欺负我一个。咦，奶糖你不会怂了吧？你才怂，串宝来决斗吧。我可不怕你。我怎么没了？呵呵，汉堡，没想到吧，龙岩巨能可是这里面攻击力最高的生物。哼，轮到我奶糖反击了，臭柚子接受制裁吧。金箍，哎，我怎么飞起来呢？奶糖，你的熔岩巨人虽然伤害高，但是手太短了，我的蒙眼羞羞是最克制你的。嘿嘿，看我操眼射击啊。这次我也是蒙眼羞羞，他还有飞行技能，臭柚子完蛋了。哼，我可是爆爆蛋，奶糖同归于尽吧。我飞，呵呵，臭柚子想炸我没门。还有我。Hello, motherfucker. 啊，串宝，你口偷袭，你不讲武德。哼，不讲武德的还在后面呢。可恶，等我抽出羽蛇神，看我怎么教训你们。切，就你出门都会踩狗屎的运气，我看开出羽蛇神还是下辈子吧。我要是开出来呢，我就给你十包辣条。这可是你说的，我开。是蒙眼当当，我再开。是硫磺吸收，我还就不信呢，我还开。怎么又是蒙眼当当呀？哈哈，奶糖，你还是放弃吧，你是开不出羽蛇神的。哼，我才不会放弃呢，只要坚持不懈，我相信我一定能干出羽蛇神的。要是连坚持的勇气都没有，那就永远不会成功。羽蛇神，给我出！出呢出呢！不是吧，奶糖真的开出羽蛇神了，这手气也太好了吧！哼哼，臭柚子，你们完蛋了。先去把布丁的羽蛇神干掉。臭奶糖，你放了我吧，我又没欺负你。这可不行，因为这个地图只有一个羽蛇神，那就是我奶糖。啊，我好不容易开出来的羽蛇神，臭奶糖，你给我等着。终于轮到我反击了，柚子汉堡，接受我奶糖的愤怒吧。哼，羽蛇神又不是无敌的，柚子，我们一起攻击他。好，汉堡，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呢。羽蛇神不仅拥有不死之身，而且只要被他的毒到，就会持续掉血，你们是打不过的。臭奶糖，我炸死你！没用的，都说呢，羽蛇神可是不死之身。嗯，奶糖，不要再打了，我求饶。那可不行，你们之前怎么欺负我的，我现在都要欺负回来。